研讨会。冇错，冇错。好啦，第二个回合完咗啦，睇下而家嘅形势点样先吓。男组分数210，红组嘅分数系360，绿组260。半场领先嘅系红组，下半场再见。下半场比赛啦，先同我哋嘅刘老师打声招呼。刘老师你好，刘老师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第三回合啦，请六组先解题目。A 啊，唔该。好，开始。花剑一层袁客素，蓬门今朝为君开，呢两句系嚟自杜甫边首诗呢？乌衣巷系客字。如果 The Philippines 对 Filipino， 咁 Finland 对乜啊 ？Finns。冇错。请睇荧光幕，用普通话读出图中嘅文字。确实，嚼舌，嚼舌。对不起，第一个确实念对了。那第二个呢？很多时候呢都念嚼，比如说主角、北角，但是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念角色。唔该，老师。用英文讲出以下叙述嘅系边种运动？The team didn't score any three-pointers in the fourth quarter, and the opponents won 98-85. Tennis. Basketball. 用普通话讲出呢句话，佢讲咗好多次，我都唔记得。他说了很多回，我也忘记。对不起，不能算你对啊。我们可以说他说了很多次，我都不记得。唔该，老师。请睇荧光幕，图中漏咗边个字啊 ？B， 冇错。用英文讲出以下一组字系属于边个词类 ？Oh gracious， ouch。Adjective 系 interjection。成语以舜之年啊，系指几多岁啊？60岁。系50啫。你哋暂俾个分数，而家系240。红组 B 啊，唔该。好啊。準備開始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呢兩句嚟自王翰邊首詩？涼州詞。冇錯。如果 The Philippines 對 Filipino， 咁 Denmark 對乜啊 ？Danish。應該係 Dane， 用嗰個名詞。請你熒光幕用普通話讀出圖中嘅文字。主詞。對不起，答錯了。第一個呢，應該是。主食，第二个呢？主持。唔该，老师。用英文讲出以下叙述嘅系边种运动 ？Helen came second in the women's 100 meters backstroke. Long jump. Swimming. 队长，讲多次。Swimming。冇错。用普通话讲出呢句话：寻日嘅测验难到我都唔识答。昨天的测验难的连我也答不到。好，可以接受。我们也可以说，昨天的测验太难了，我都不会答。唔该，老师，请睇荧光幕，图中漏咗边个字呢 ？C， 冇错。用英文讲出以下嘅系属于边类符号 ？Colon dash dots。Punctuation marks。冇错。成语花顺年华系指几多岁啊？18。系24。你哋暫得嘅分數係430。好啦，請男組準備，到你哋啦。開始。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呢兩句係嚟自李商隱邊首詩㗎？樂遊園。冇錯。如果 The Philippines 對 Filipino， 咁 Poland 對咩呢 ？Polish。應該係 Pol， 我哋要嘅係名詞。請睇熒光幕，用普通話講出圖中嘅文字。渔夫，渔夫。对不起，第一个可以渔夫，但是第二个呢，我们应该念迂腐。唔该，老师。用英文讲出以下叙述嘅系边种运动啊 ？He fell at the last hurdle and didn't finish the race. 系 track and field。用普通话讲出呢句话：屋企个电话号码唔可以乱俾人。
家里的电话号码不可以随便给人。请再说一次好吗？家里的电话号码不可以随便给人。对不起，随便这两个字呢念得不太好啊。我们可以说家里的电话号码不可以随便给别人。唔该，老师，请你荧光幕图中漏咗边个字啊 ？A， 冇错。用英文讲出以下一组字系属于边种词类 ？But， since， because。Conjunction。冇错。成语不惑之年啊，系指几多岁啊？二十。系四十啊！你哋暂得个分数系220啦。经过三个回合，领先嘅咧就系红组。刚才问目咗有一题系二顺之年系指几多岁呢？佢哋答六十岁正確嘅，一次要更正翻啲分数。而家第四个回合开始啦，请广东同学准备抢答。五月初，中国晋江县歌舞厅发生火警，13人死亡。晋江县喺边个省呢？红组，福建。冇错。小学教师喺新功能组别当中属于第几组啊？红组，第九组。冇错。位于九龙清水湾的香港科技大学在哪一年？六组，1991年。没错，正式开学。福冈别府长崎三个城市坐落在日本。六组，北海道。是九州这个岛屿上面。1995年5月12日是港督彭定康几多？六组，51。没错，51岁生日。拉奥啊，哪啦？印度国。六组，印度国大党，冇错，系印度现任总理。2002年嘅亚运啊，六组，釜山，南韩，冇错，喺呢个城市举行。香港现任嘅政务司系边个？六组，孙明阳，冇错。国际狮子会基金啊，六组，1968年，冇错，喺呢年成立。即系荧光幕中所见嘅建筑物系咩名啊？应该系莲花宫。台灣日前頒發咗乜嘢勳章？六組，榮譽獎章。勳章加許已故歌星鄧麗君咧，係華夏一等勳章。麵包屋再襲擊，聽風的歌係邊位日本作家嘅作品啊？係村上春樹。我哋話天干地支，地支有幾多？六組，12個。冇錯。1994-1995年度政府規定的個人基本及額外免稅額是多少？六組，72,000元。沒錯。本港電子郵票售賣機現在發售多少種？紅組，5種。是4種常用面值的郵票。張大千曾經去過哪個地方居住？林務、佛像壁畫，是敦煌的。根據哪個條約持有葡國護照？六組，神根條約。冇錯，可以免費，可以免簽證到台灣觀光。十二生肖當中有幾多種動物係冇腳噶？六組，1種。冇錯，就係條蛇。國際獅子總會嘅口號係咩咧？六組，我們服務。We serve。我們服務。對唔住啦，唔得完整。我們服務。We serve。我們關心。We care。中英都得，但係你對講多一半。請留意呢段音樂。六组，投票。冇错，呢段音乐嘅作用宣传乜嘅咧？就系投票。今年啊，系保卫钓六组25周年。冇错，钓鱼台运动呢个25周年，香港现任嘅经济师六组，萧永柱。冇错，就系佢啦。日前南华早报因为财政理由而改咗从六组，新地 Morning Post。冇错，合并。选择题。選擇題，1995-1996年度學生書簿津貼費的預計撥款額是 A 5950萬 ，B 7380萬 ，C 8620萬。紅組 B， 冇錯。市政局轄下的藝術圖書館設立在哪個地方？六組，文化中心。冇錯。歐洲的中文全名是歐羅巴洲啊，咁亞洲的全名是咩咧？南組，亞細亞洲。冇錯。俗語烏蠅嬲馬尾，歇後語是紅竹，一拍兩散。冇錯，泥鳅魚除了用腮，仲可以用哪個部分呼吸呢？